习，从早到晚都充满活力，猫猫玩玩啦，猫猫玩玩啦，越玩越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最喜欢跳舞的彤彤姐姐，今天彤彤姐姐要跟小朋友一起跳舞玩游戏哦。在玩游戏之前，让我们来动动身体，暖暖身吧。跟着我们动一动，动动身体好开心。好，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，准备开始咯。手手变成扫把，扫扫扫，旁边扫一扫。小朋友，你准备好要玩游戏了吗？准备好了！太棒了！那我们赶快跟着猫猫一起玩玩乐吧！耶！猫猫好好玩，来玩游戏咯！耶！今天要玩的是打扫游戏。小朋友，你平常在家里有没有帮爸爸妈妈打扫打扫做家事呢？哇，小朋友都好棒，都好乖，好听话哦。今天我们就要利用打扫的工具来玩游戏哦。你看，彤彤姐姐手上拿了一条毛巾，毛巾平常可以擦地板、擦玻璃、擦桌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利用毛巾来做一个毛巾操，暖身暖身，让身体动一动哦。好，手手握住毛巾的两边，好，往前。好，现在呢，毛巾往上擦天花板，擦一擦，擦天花板，好棒哦！旁边的墙壁要擦一擦，旁边的擦一擦，好，换另外一边的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哦，前面的桌子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嗯，很棒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转到后面，哇，用力用力，好，换一边，哇。好，整间屋子都被擦得亮晶晶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很厉害哦。哪里还没有擦到？再来一次天花板。再来一次天花板，好啊。下面没擦到。下面没擦到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画一个大圈圈，把上面、下面统统擦到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手举起来，来画一个圈圈，从天花板擦到地板，再擦到天花板。可不可以？好，再一次啊！天花板，擦到地板，再来天花板。哇，很棒！休息一下，拍拍手。再来一次天花板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擦一次天花板。哇，扭一扭你的屁股，哇，帮妈咪做家事，擦擦一擦，好开心哦，对不对？好，身体热了没？暖身了。好，很棒。接下来马上要玩游戏咯，用这个毛巾可以玩什么游戏呢？拖地。拖地，对，平常可以拖地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擦什么？擦桌子啊，擦碗盘啊，当抹布使用。可是呢？对，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很好玩哦，叫做抢尾巴。抢尾巴要怎么玩呢？这条毛巾就会变成我们的尾巴。等一下，两个小朋友一组。我们要看谁可以先抢到对方的尾巴哦，谁先抢到别人的尾巴，谁就赢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记得要注意安全，要在比较空旷的地方玩，那也要小心你在跑步的时候呢，不要跌倒，不要撞到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那
我们咪咪跟琪琪一组好不好？好，那咪咪跟琪琪准备好要开始抢尾巴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那看谁比较厉害，可以先拿到对方的尾巴哦。但是小心注意安全，不要跑到圈圈外面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很有信心哦。我说一二三就开始哦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用手去抢，咪咪加油，琪琪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耶，玉松帮他们加油，加油加油！哦，小心哦，不要滑倒哦。拿得到，哇！哇，咪咪拿到了尾巴，拍拍屁股，没有事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局啊，我们是可爱咪咪赢了，好棒好棒。下一组是可爱的芭比，还有玉松。跑步的时候要小心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！加油加油！琪琪要帮谁加油？加油，玉松加油！哦，那你要不要帮芭比加油？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哎哎，哇，玉松跑好快哦！加油！玉松也可以去抢芭比的哦。哦，越跑越大，越跑越大，好晕哦。好，那我要宣布拼手，拼手，拼手，好了，拼手了。哦，我们这一组两个小朋友好厉害哦！来来来，你们也来，来到中间，累不累？不累。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呢？好玩。嗯，没想到利用平常打扫的用具，也可以创造出这么好玩的游戏哦。小朋友，你的平常在家里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，不过记得在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跑来跑去的时候呢，要在快一点的地方，不要跌倒了，要小心安全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玩一次抢尾巴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帮你做尾巴，来。好，我帮你们做尾巴。那这一次男生跟男生一组，好不好？女生跟女生一组。来，来过来。他刚在强迫我。真的。真的。好。我等一下要强迫。强迫。强迫。哎，你。学什么呢？跟水果有关系哦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？ Oh, this is an apple. 这是一颗苹果。Apple, 苹果。Appl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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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。没错， Apple, 苹果。那这是什么呢？ What is this?没错 ，This is a banana. Banana, 香蕉。Bana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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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蕉。那我要考考小朋友喽，这是什么的影子呢？是 apple 的还是 banana 的呢？是 apple, 是苹果的影子。答对了，是 apple, 苹果的影子。那我再来考考小朋友哦。这个是什么的影子呢？是 apple 的还是 banana 的？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也想一想哦。是 banana， 是香蕉的影子。没错，是 banana， 香蕉的影子，弯弯长长的。香蕉也是很有营养的水果哦。今天学学 ABC， 我们学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学到了 apple 苹果， banana 香蕉。今天我学到了 apple 苹果 banana 香蕉。Good， 露露好棒哦。
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也很棒哦！下次再一起学学 A B C 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妈妈爱跳舞，跳舞时间到了，妈妈，我最喜欢跟你一起跳舞了。哎，妈妈，我们来盖印章，约定好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哦。盖印章，守约定，说到做到不赖皮。我和彤彤姐姐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嗯，跟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盖印章，就要遵守约定。那现在我们赶快来跳这首《盖印章》。大拇指动一动，碰一碰，说定了，许下约定，盖印章。说谎，乖乖做到我最棒。盖印章，我最喜欢和你约定好，我会用心做到好。小鸟叫一叫，摇一摇，约定了，说到做到，大狗狗。前面有好多好多鱼哦，而且这些鱼有不同的种类哦，有数字类的，有食物类的，有动物类的，有交通工具类的。待会儿呢，我要请浩浩小钓手来帮我钓起我想要的鱼，看看浩浩会不会分类哦。神圣的钓竿交给你了，好。我要现在请浩浩小钓手帮我钓起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的水果类。哦，哎，不错哦，很好，钓起了一个西瓜。哇，很好，钓起了一个苹果姐姐，不是啊，是苹果。还有什么是可以吃的水果呢？可是什么？哇，黄色的香蕉，很棒！浩浩小钓手表现得非常棒。那接下来我要出另外一题喽，请浩浩小钓手帮我钓起两种动物。除了你要钓两种动物之外，你还要钓一个二给我。好，浩浩小钓手，明白吗？清楚吗？清楚。清楚，开始。哇，好，不错。第一种小鸡，还有什么动物？哦，你可以走过来，如果不够长。很好，钓起了二。那还有一种动物呢？对了，很棒耶！两种动物也把二钓起来了，看来浩浩小钓手很聪明哦。好，来，那我现在要请浩浩小钓手帮我钓起三种交通工具，一样要除了三种交通工具之外，还要钓一个数字给我。 O 不 OK？ OK， 好，来，请。哦，这么快，哇，浩浩小钓手太聪明了，钓起一个三，很厉害哟。哦耶，
起来了。这是飞机，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呢？好好加油！你现在要钓什么？看，火车。不错，很厉害，钓到了火车。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哦，好快哦，钓到了汽车。这样子浩浩的分类是不是通通答对了呢？好棒哦，帮浩浩拍拍手。我们的浩浩小钓手今天的任务非常的成功，这个钓鱼游戏可以训练小朋友的认知能力，还有小朋友分类的能力哦。如果你在家里也想要玩钓鱼游戏的话，很简单，只要准备磁铁、回纹针，或是家里不要用的废纸或是广告纸，都可以做出好玩的钓鱼游戏哦。浩浩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太好了，今天玩什么？我们的钓鱼游戏成功耶、yeah! 一起来认字。小朋友，生活里有好多好多的国字，你都认得它吗？某某今天要教你一起来认识国字哦。今天要认识的国字，小朋友吃饭时都用得到哦，我们一起来认识它们吧。筷子，筷子，筷子，筷子。汤匙，汤匙，汤匙，汤匙。这是筷子，这是汤匙。吃饭都要用到筷子和汤匙。小朋友是不是都认识这些国字了呢？日常生活里到处都看得到这些国字哦。下次看到它，要认得它们哦。默默还要教小朋友认识更多更多的国字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宝贝总动员，宝贝总动员。今天宝贝总动员来了一位好可爱的小仙女、小天使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叫雨佩。雨佩，雨佩几岁了啊？小雪豹。小雪豹，这样子好可爱哟、哦！雨佩今天穿的跟小天使一样，你要表演什么？小星星。雨佩要跳小星星，一定很可爱哟、哦！那我们拍拍手，欢迎雨佩跳小星星。好像真的是从星星来的小天使一样哦。那你今天表现得好棒哦。这支舞是谁教你跳的？妈妈。妈妈，妈妈教你的。你跳得好棒哦，以后再来跳舞给我们看好不好？好，那最后我们跟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说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妈妈，我问问你哦，你知不知道最高的大楼有多高？最深的地洞有多深？最长的火车有多长呢？我不知道耶，不过等我长大，我一定要到处去探险，去发现这世界有多大，一定很好玩。嗯，一定很刺激。小朋友，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哦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跳这首《世界有多大》。